哇，第一位是我们的杜松哲要带来的孤儿泪，现场的朋友掌声欢迎。帅哥主持人、评审老师、各位嘉宾，哎呀，安安平安。哎呦，看来华声不够热烈，再一个热情的掌声给他。现得非常沉稳的台风啦，哇，这真正是老江湖，哇，姜是老的啦，说来。